再次欢迎陈意涵跟赵又廷来到现场，来欢迎我们台中编辑。好，我们要先请陈琳跟大家打一个招呼，好不好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意涵，谢谢。听不到，听不到，再来一次。你们两个这样娇羞的，我都害羞，而且赵那个陈意涵，我觉得听不到，还不够热情，再来一次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意涵。对，我们要请到的是 Mark， 还有陈意涵，还有修杰楷，还有张钧甯，我们四位一起好不好？我有话要问你。只剩三分钟了。对，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。还有几分钟，再写，快点！大家好。市长好，刚还没看到，你要先跟市长打个招呼。我们刚刚没跟上。市长好，市长好，各位长官好。好，讲完了，谢谢大家。因为他一定要先打招呼，因为他不然他不打，没礼貌，爸爸会骂他的。对，我要先请两位男生模仿一下陈意涵。如果我说陈意涵最会挑逗观众了，他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？我哪有啊？挑逗观众？对啊，哪有？一起。周渝民不在，所以由三民会会长来打。打耶！你爸爸在，他爸爸也在。不要想接，和平。你假的不行，我拉马上。那我先跟你道歉，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。我说我有话要问这四位，因为我们是局外人哦，光是看你们四位，因为这部戏，人生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对不对？一个人短短的讲一段。这一段历程从《痞子英雄》播出之后，心里面最深的感受，不管是感谢也好，或者说这段时间你很想跟那个人说抱歉，可是没有机会说，现在可以告诉他。哎，陈大发，现在 Q 你可以哭了。我不要了啦，反正我觉得可以不要吗？哎呦，反正就是我觉得拍《痞子英雄》让我最开心的不是可以接到陈琳这个角色，而是认识了这一群。好，我讲完了，谢谢。谢谢。要抽，对不对？我们首先呢要请赵又廷跟陈琳两个人出来帮我们抽两件 T 恤，好不好？一个是代表南区分局的 T 恤，一个是代表三联会的 T 恤。来，麻烦把你的那个唇跟脸准备好啊！来 ，Mark 帮我们抽一个代表这个南区分局有你们签名的 T 恤。来，陈琳我们一起哦，意涵我们一起。好，来，意涵先抽。我抽三联。对。好，念出上面陈德莲的号码，0448。好，0448。我们待会儿到那个周边商品区去领号。来，好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哈。来，赵又廷跟三联会各一件，好不好？哈，如果呢没有抽中的朋友没有关系，我们还有十件的义卖 T 恤，也有都有他们都有签名的哈。好，这时候交给导演的这一把呢。很适合《痞子英雄》当中痞子说的一句话哦，那就是“朋友一场，不要说我没照顾你哦。”来，这一把小把的给你。好，哎，你真的是忠实粉丝哎，我每一个经典台词你都记得。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陈意涵这句话很重要，你大声讲，你刚刚说什么？你很用心，干嘛那么小声啊？好，我们要请导演。你要我帮你讲吗？不要！我要听陈意涵讲，不要帮他讲了。对，我们要给陈意涵一个掌声鼓励。我又不是三岁，我被逼出来讲话。谢谢。好啦，很开心能跟大家一起观赏最后两集。然后我觉得电视版结束就是电影版的开始，很开心还是可以跟这样的人、这样的团队，又可以当回我的陈琳，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期待，也很开心认识到这群人，还有非常谢谢你们大家的支持，真的很谢谢你们来。